Asia Music Stage MTV 最强音演唱会。MTV 最强音来到第九站，不但累积了许多爱好音乐的粉丝外，硬体软体更是加倍升级。而这次主题最强热血乐团，四组高人气的热血团体参与了这次的音乐盛事。而第一组到场彩排的巴信，对于这样的场地感到非常的满意。你们讲那个冷气很冷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这很暗的、啊，就是很怕会撞到洛克希，有点黑，因为比较暗。可是很舒服啊，因为就是对啊，过程也蛮顺。我们很少在室内做这个，因为都是。音乐季都会在外面，然后我们晒太阳，我又怕太阳，不要吓到。对啊，然后彩排真的非常顺利，感谢。今天蛮顺利的，谢谢。对，今天有没有预计要带来什么特别的演出，帮我们预告一下？演出的话应该都是，如果是歌的话，应该都是一样，但是编曲，有重新编曲过的，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脚小舞步稍微抬得比较高。什么脚抬的比较高？对，例如这样，我大概会请阿六 solo 一下，如果在表演的时候，是吗？对，看他时候那时候表现是怎么样。所以有机会看到你们跳。我们平常都，我们本来就是舞者。那个也重要。对啊，如果我们不是乐团的话，我们早就去跳小猪主任的那个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我们应该是跟神了。就像电流的。因为今天有很多粉丝很期待你们的演出啊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粉丝讲？各位粉丝啊，不管你是哪一个乐团的粉丝哦，其实我们要互相帮。稍微帮我们先讲一下，没有爱心，只关怀你的心，辅导我们，我们是原住民。因为他们想对粉丝说的话是要互相帮忙。这样的要求真的好另类。另一组表演嘉宾台湾爽自称是同场表演团体831的粉丝，今天跟他们同台想必是非常紧张吧。是否听见某种声音在告诉你试着去改变，彩排的是这次主唱压轴团体831，既然主题是热血乐团，多首热血快歌一定不能少啦。
主持人以博跟想象听到音乐也忍不住跟着起舞，就在彩排空档，两位闲不下来的主持人竟然开始玩起游戏。今天要玩的就是打手心手背，来示范一次。手心手背就是大概会这样子玩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，就说剪刀都不输，然后打打。来，我怕痛，还没这样的。而且你知道现在又很冷，对，冷打起来更痛，冷打到那个手背感觉是连心。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这个手背这个地方会特别，像这样子就会很痛，对不对？我太骂脏话了。可是你叫出来就输了，他不能对，不能叫，不能叫。但我觉得，对，你试一试，你这样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要示范一次，像这样就不能叫，你看。啊，这样就这样子就是没打到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游戏要派你玩。谁？要派你玩？派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一定很快输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要派你，你比较会人。没有没有，要派你玩。为什么？因为效果很好。你是我们，他是我们，他是我们团的主 vocal， 他最能控制自己的声音，而且最成熟。对，他最成熟，或者最能控制自己的声音，知道什么声音要叫，什么声音不要叫。七情六欲很好控制，一定要让他，对不对？就把这种好活都推给我，就是他了，对不对？就决定是他了。哎，这样，一波一听到要玩这样的热血游戏，马上转移话题。还好下组彩排歌手 IO 已经到场，总算让他逃过一劫啦。觉升级外，更在出入口处装置摄影机，让大家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更完整的一面。号称整人专家的香香，这次鬼鬼祟祟躲在角落，是不是又有什么鬼主意了呢？没事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整人专家招牌子，我整人专家，去看我 IG 就知道，我超会整。你懂？他有没有用我需要铁板的时候？就是今天。刚刚啊。好啊，哎，小姐。时候不早了，外面的粉丝早已大排长龙，一博跟想象就来送这些粉丝们最强硬的周边商品。问问你，快点，今天除了台湾爽乐团以外，还有哪几个乐团？发财啊 ，IO 跟阿杰克。哦，倒背，那倒过来念怎么念？有，刚刚念怎样？台湾爽乐团。巴西 ，IO 跟巴西，哎，厉害，好，好吧，那再交错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等下你不要管他。台湾爽，台湾爽 ，OK， 谢谢你，是支持台湾爽的。你怎么这么喜欢蓝色？对，我要跑开。哎呀，那你有没有话想要对台湾爽说？对，有没有什么说？就是加油的话。五、四、三，好，这样。好，我们永远支持你们，耶！我们精神了，含蓄，对，含蓄，可以来一点甜蜜一点的。偷偷告白吗？可以啊，当然，什么偷偷？今天要帮你。
公证。结婚证书拿来，我准备好。哎，你们都证人哦。对对对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要说，萱萱什么时候才可以多看我几眼？哦，萱萱，好不好？多看他一眼，好不好？多看他。那叫什么？要跟他讲。哎，对啊，你要跟他讲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不想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小佑。小佑。有哦，小佑爱萱萱，萱萱爱小佑。除了台湾爽，还有爱佑以及八三幺的粉丝，可是带了大批应援物前来支持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看得出来，他们是很忠实的铁粉，铁粉。你们铁粉吧？哎，不然从不锈钢，从这边。哦，这个不错。婷婷，欢迎加入主持群，来欢迎。来，今天特派员加了也多加一个。婷婷，换你，换你，那边换你们。喜欢八三幺多久了？差不多两年。哦，还是不错。最喜欢哪一首歌？老教室。那今天想要跟谁告白？他有粉丝。然后他说我男朋友。来，是谁的粉丝呢？刘毅。哦，谁？OK， 那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讲？我不知道讲什么。交。你最喜欢的刘 B 跟你的好朋友在一起，你会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啊？确定？等下你手怎么在抖？你手在抖？那我那怎么说啊？说什么？真的等他分手？就是他只是艺人啊，对，就是欣赏而已。哦，欣赏他的作品，对啊，他的音乐，喜欢他音乐。不行不行，这太 peace 了，太官方了吗？太官方了，太理智，而且你刚刚讲没有笑容了，真的吗？疯狂一点，他说他看一下啊，你再问一次，说刘碧在一起，刘碧想跟你最好朋友在一起会怎么样？就喜欢他音乐跟作品。但你没有注意到小细节，怎么样？你问我一次，我问我一次。刘碧跟你好朋友在一起会怎么样？啊，刚震了一下。这些粉丝果然好热血，为了见到偶像排得再久也不累，现在就要积极休息室的艺人们，即将演出的他们会在做什么准备呢？你喜欢八三幺，看他们在上场前在后台做什么事情，都在干嘛呢？然后我们要跟他玩个小游戏哦，来试压一下。这个大家知道什么吗？没关系，等等就知道了。刺激的小游戏，刺激，走 ，Let's go。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教官来，教官来，不对，等下，你们现金带的够不够？啊，原来我们来错地方了，我先去领一下，你看，先看，大家好，我叫怡博，你好，我是翔翔，你好，怡博翔翔，你们好，今天的幕后执行的特派员，刚刚就是听到有人说这边有在赌博的那个，没有赚到，参与。然后我们没赌博，想要没有了，没有，我们在占星啊，算命，算命，算命，占卜，所以我们想说要来看一下，就是八三幺看这个大的牌，看一下谁的牌的花色比较好。现在已经宣布封台了，封台，各位不准动桌上的牌，没错，我赌你的眼睛。好了，不是啦，不要，我们想要了解，就是上台前大家都在干嘛？对，那刚刚我们了解了。不是啊，这个东西呢，我刷一个骰子。那我们现在依序看啊，从你那边先好了。好，爆气球了。骰到几个点数呢？我们就要把它插几下。它有一格一格，对，就插几下。哇，我随便拿一点就会选。哦，插的过。但它有一些好像已经插了。它有个卡榫，没有，这些都还没开始。它有卡榫，对。哦，你骗我。卡一声已经很深了，超深了。卡一声代表一下。骗我了。Go。好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抽试一下。不一定要同一只嘛，哈。对，不一定要同一只，不用。哇，一下，哦哦，四下，他这样，咔，四下，哦，一二，二也蛮甜的，一开始还好，二甜，一定要挑黄色的，哦，小叶，哎呦，哦，哎，已经很紧了，这很刺激，等一下我会背走，我要最后一个，有机会打到一博了，有点算错，六，二，哎呀，哎呦，刘家佑，哎呦，看起来真的算紧，爆。你吓到我！两下，粗暴啊！一次两次蛮可怕的。来哦，刺激哦！会不会玩不到我呢？好可怕哦！就会两下。哦！要记得捅下去。不要了，我觉得压力好大哦。哦！你帮我啦！好刺激啊！好刺激！不要再过了就过。一下。
哦，哇塞，老板，老板，你要说吧，我觉得好棒，你要说吧，老板，没事，耐力很强，是有一个受力程度的，又上二了，好，你看，直接把这游戏拉到最极限，一个，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好难哦。哦、oh, ，bonus 多一下，多一下，哦，耍小招数，小招数，拉普的想法，六，拜托六，六，二吗？三，自然三，哦，还行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不对劲，哎，不对劲，不是你是我哎。一，我觉得还很远哎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快爆了，已经快，应该快爆了，还好啦，快讲快爆了。大家，我是今天，哦，冲啊！哦哦哦，冲啊！哦，哎，没事没事，等一下我觉得。等下太不对劲了啦！一步，三三弄，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自己，等一下，不要技术犯规啊！不，哎，那个，对，我刚才有加码，就是有赌50万那个，什么？好，还有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还有，太，不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其实气球蛮厉害，不能往，不能往，太崩溃，太快了。这个是厉害的气球啦！啊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啊！感觉到是来来来！哦哦哦！哇！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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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！哦！我要好好仔细研究一下。嗯，力学好，好像都差不多哎。嗯，对，现在已经后面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们这样玩到很后面嘞。他平常、啊、他平常其实很快就爆，平常很快就爆，他平常很快爆。你这样讲我很紧张。他平常其实很快爆。第一下就是，哪一个？我觉得这边很安全嘞，这边还有一点。这边安全吗？好，那就听哥哥的，来了。一下就好，一下就好，不要太不要紧张。对的，下不太去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很紧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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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哇！哎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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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有趣哦！好啊，这个只是消遣而已。那谢谢你们参加这些。又大中间，这边行行，出手来，来哇！短臂，短臂，哇塞哇！好啊，干嘛这样？不要这样，他手还抖，抖不是手，我手术完半年，力气很小啊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帝王，帝王，帝王！哇！两只比对一下，他天生神力啊！两只比对，你知道这一下抵三下吗？小军每次扛 keyboard 最重，你知道打在女生爽，没有爽，太爽在我身上。好了好了，好，好红啊！哎 ，miss 就 miss 了 ，miss 就 miss 了 ，OK， 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你看有戏，有戏耶！下去，好，你后面手已经很红了，知道？对，其实身为吉他手，知道手是最重要的。来吧，来吧。哎，这个太厉害了！大家打小力啊！你们这样在那个鼓手不能开玩笑，鼓手力气要。哦。没想到手心还没受伤啊！断了，手背、手心都是肉。所以。由此可见，以后玩游戏不能找八三幺。现在有声音了，没地方可以查。对，黄色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它的气球什么颜色吗？绿色，跟我脸一样。一样绿，天一样。来哦。有点紧哦，有点紧。
有米玩家，有米玩家，想得到爆炸，至少炸一下别人。Asia Music Stage MTV 最强音演唱会，刚刚输了一局的男子汉这次换到台湾爽乐团的休息室，他们能不能反败为胜呢？我是想想爽，希望大家今天都爽。我们想要了解你们上台之前都在干对吗？简单来说都在爽。那跟我们差不多。不过我们今天带一个小游戏让大家舒压一下。接着男子汉就要挑战游戏啦，而输的人要做50下伏地挺身。男子汉会不会连输两局呢？这个别大颗哎，棒！二发气球。哦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好，等一下，六。绿色跟我脸一样，脸一样绿，清掉，来哦，有啊。
有点品好不好？有品有品，有品玩家，有品玩家，看一下，想说要爆的，至少炸一下别人。来哦，爆！爆！好紧，好紧！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。大家做五十下交保的这个同时啊，上台前有没有想要跟你们粉丝讲一些什么话？哎、欸，你做啊，你要做啊，有什么干什么东西啊？来啊，对啊，有没有什么继续访问啊？有，其实我们就是我刚刚在 FB 看到我们的粉丝，对，然后他们就是抢到进来的前五名。就是那个有排队票嘛，然后排队票他们是前五名，有个粉丝他大概早上六点多就站在那边，然后站到中午，对吧？对吧？一定很开心，一定很感动，对，很感动，是吧？这样，那如果今天有个人愿意为了你做，哎，你们可以尊重我，我也很感动啊，很感动，很感动，三十下，三十，我觉得他一定是体谅我们，还要弹乐器，手会很累，或者是唱歌会，真的贴心哎，真的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几个，对，有几个。人数量四的男子汉接着寻找下一组表演的 Boxing 挑战，而这次换个游戏玩玩看，胜算会不会比较大呢？休想抢我的骨头！来，先把我们的狗狗请出来。我们刚刚有跟八三幺还有台湾爽乐团玩过小游戏，然后还有一些游戏输有惩罚，但他们就是八三幺提醒我们说，千万不要跟你们有惩罚的动作。对，因为我们刚才惩罚打手背。拳击队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游戏，这次游戏我们是不惩罚的，因为太危险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有想要惩罚吗？还是 peace 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玩一下没有关系。好，不立正。哦，好，这个好。那输的那个人几下？刚刚我们是五十下。好像太过。刚刚五十下，那我靠，不相信我们五十。再来，一波示范五十来。谁有？相信。好，三十啊，三十。好，那我讲解一下游戏规则。好，现在我们有一个骰子。你骰到六呢，就要夹六根骨头。到六十啊，是。那还好。哎，没有灌铅哦，这个场。三，来来。啊！阿强。等一下。这个怎么恐怖？手在发抖。我没夹到。哎，这是随机的，这不是说因为他很凶啊。他叫来福，他叫来福，来福，来福，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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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技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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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要，这很难，对，要观察，千万不要惊动他，惊动他，哦，再次再次再次打转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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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五高五高五高，结束了，想说不要拿太高，结果拿很低，来，关老师，我只能说小技巧是要听声音啊，好，听声音，哦，是有听声音哦。好，小心他的智能反应。对哦，哎，这真的会怕。对，老师两位，一群两个问题。小心他的。果然换个游戏也换到好运气，这次男子汉总算反败为胜，不至于连输三场。只是即将上台演出的 Boxing 要花些力气做做伏地挺身，算是上台前的热身也不错。看看他们做完之后依然活力十足，原住民的朋友体力果然一起棒。活动由 IO 打头阵，为了这次演唱会可是做了十足的准备，让粉丝们也很期待他们十一月的演唱会。看你们的就是表演，其实我
很喜欢你们一首歌，对，然后今天没有听到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小难过。哦，哪一首？你不知道。哦，没知道啊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不知道。不过你想表达什么？我很想听现场，就是老师唱给我们听。我流过的泪，你都知道。我笑过的笑，你都知道。我牵过的手，你都知道。连我不知道的，你都知道。能说的这话，你都知道。我的坏脾气，你都知道。连现在的我，想你在一起，你不知道。Yes。我今天心愿达成了，谢谢。等一下，采访了。采访。不过，因为我们刚看到很多很多就是 IO 的朋友，是。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再次对他们说？哎呦，对，谢谢来支持我们的朋友。那我们我们每次活动都很开心见到大家，然后看到大家一路陪我们这样的成长，我们也很感谢。那希望我们年底的演唱会的时候，大家11月20号，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支持我们。哎，当然，我们有准备小礼物要送给大家。没错，哎，厉害，对，准备了一个最强音的小礼物，想要谢谢，哇，太厉害了，一定是一定要有的，哎。手灯，想宝手灯要有，还有一顶老帽跟飞盘，没错，飞盘扇子，对，好，九万，吃不下去，来不转，哎，六，哇，这更危险，要爆了，28号，我话费，38号 ，Asia Music Stage，MTV 最强音演唱会。接着是由台湾双演出，土生土长的他们把在地的台湾文化发挥得相当淋漓尽致呢。我是还没加入参加，你不要加入。其实我想问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团名的由来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团名呢，就是希望，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，我们希望把台湾精神发扬光大。对，然后爽是我们的，就是我们大家的共同信念。哦，我觉得跟很多前辈同台真的很爽。对，因为可以学习。对，表演完还可以在旁边偷偷看到，哎，他们在台上的样子，看得很爽。对，看得很爽。我现在讲每个字，最后端下一个爽。爽为信念啊！而且他们都是金曲乐团，爽。好，我们也会沾一点光吧。爽，台湾爽也会是金曲乐团。哦。不过啊，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来支持台湾爽的朋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再跟他们说？好，对，真的很爽吗？很爽。你们爽吗？刚刚在后台做了伏地挺身的发型，上台后依然活力十足，这不愧是有金曲奖认证的得奖团体，把现场气氛从刚刚的台湾味转化成热情的原住民风格。很多朋友来支持发型，那魏老师有没有特别话想对他们说？真的很开心看到很多的喜欢音乐的朋友，对，然后因为音乐，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，然后开心的，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，很开心就好。因为我想他们也想要知道，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在听老师你们的作品，那平常是用母语的思维还是中文的思维去创作？不一定的，我们看走到哪里想到什么。因为当初我们比较擅长的也就是母语，对，然后上台北之后才有开始，学那个腔调，对，学那个腔调，学咬字，学把他们还我偷偷。那所以那比较创作灵感来自于。就是生活，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，就是台北跟乡下的反差，对，这样。其实母语 rap 非常厉害，非常好，真的吗？可以更顺，而且比中文还要更顺。要生活，中文不太好。哦，韵脚那个韵脚。
束后，听说 Busting 的团员怕气球，想想表示抓紧机会来让他们惊声尖叫。你玩换我，我玩换老。等下我赢啊！哦，哥，我玩。哎，但是五其实是很刺激的，他们就说就是五是一直放开吗？就是配分开，配一手分开，开一分就可以分开。吃饭也是一手，直接差五个，直接差五个，不行啊！跟你用另外一比，比如说可以，好，三切换。是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了不了，开始，看看，一二三，看看，看看，一二三，没有错，好好好，看我，哇，六，六，谢谢谢谢，哇，好笑，不好笑，哈哈，啊，一，二，哎呦，三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啊，哈哈哈哈，是。四对，七个啊，六个，六个，六个，这里换人了，五，好像蛮开心的，六六六，换我们，换我们，换我们，最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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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十，一点，一点，一点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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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叫六啊！你叫六，你叫六，我们是五。One more， 哇，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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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，two more， 好，三，三哪里三？我是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多少？三，哇，四，我硬来的嘞，硬来。不但面色扭曲，还躲得远远的，跟刚刚在台上的面样真是完全不同。哦耶！要，没关系，没有，都想睡一半，都想睡一半，不行，都想睡一半，内裤，把内裤，最帅的来，来，一，六，一，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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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，三也是危险的，如果手出来，一。Asia Music Stage MTV 最强音演唱会，要抱！
二、哦，三，要三，膝盖，三，哦，大流汗了，我天哪！哦，那个好吃鸡哦，没事，你是玩到很后面哦，六，是三个下面都很好的，没有，小明加油！自己出呗，不然吃肉，不然吃肉。好，你看好，我要回家。所以，哎，回复一下，冷静，我走过来。那个最好带着我，小明加油！一句，哇！最后压轴的八三幺即将上台，他们带来多首快歌以及经典歌曲，现场的观众无不随着音乐疯狂。我们想象他们也不会错过这样精彩的演出现场啦。大曲，如今不要停止。大曲，啪啪啪啪啪。大曲，拜托不要停止。大曲，刚刚都大曲。大曲，六瓶跟我一起唱。大曲，全场跟我一起唱。Hello， 我是 Dancer 马爹，我是主唱阿福，我是最强的 Keyboard 手小徐。在我不说他骗我。对，最强哦，最强音，最强热情乐水乐团。你们现在表演完了，大家心情怎么样？哦，对，越热越热，对呀，那个冷气问题，对啊，汗都滴下来了。我们太热，刚刚玩的游戏更热。然后我想帮就是粉丝朋友问一下，因为是阿福哥之前为了那个爸爸，然后现在恢复的状况，肠子快掉出来啊？什么？那卖命在表演，因为刚刚阿福哥这样跳舞，怕会不会影响？现在比较都有一直在复原了，那有状况越来越好。这样子越来越好，所以不要担心啊，好不好？对，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因为如果状况不好的话，就会就心会爆，心会爆，因为知道就是新专辑在筹备，对，那平常都在录音，录音之余呢，有什么休息的活动？好，该不会是打手背吧？左击球，右打死我，我也打手，打手。打手背，还好，放松的一些行程，对，放松的行程就是，因为最近没有什么放松。我们最近有时候会抓空档来打手游，手游，因为最近发生了就是有代言手游，对，所以其实团员就是，因为像刘碧啊、像徐佳店很爱打，对，他之前就很爱打手游，然后刚好就。如果他们的愿就天天打，手游，因为我相信啊，各位粉丝今天一定还是看得不过瘾，所以想要就是请各位讲一下最近的表演行程，让大家公道自在。好，最近不会有表演，这么直接啊。OK， 对，因为其实最近八三幺真的就是全力在筹备，然后就是有之前接到一些工作，接下来还有一些演出。对，那就还会出片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八月底才办我们的生日趴，那希望接下来就可以办新专辑的巡回，还有更大型的演唱会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接下来送礼物好不好？送礼物，谢谢。谢谢。最强的礼物，谢谢。而且你也没有自己的袋子，谢谢。对啊，袋子很吵。